小尽管工作满档，也不忘时常在社群与粉丝互动，分享生活点滴。近日他又晒出一系列美照，再度惊艳网友。17日，他在社群发文写下，在忙碌的工作行程中，不放弃打扮自己的权利和乐趣。照片中，他站在高铁前，穿着一件 oversize 的西装背心，里头的中空装露出纤细蛮腰 ，all black 造型帅气满分。悄悄特别标注，这是帅哥穿搭。不忘提醒，照片有腹肌的部分，笑问大家喜欢吗？粉丝们纷纷大赞，腹肌真的太猛，这帅哥我收下了，超爱乔哥穿搭，到个高铁也能这么仙。非凡。